2017年4月3日晚8点左右，孙俪开着车去加油，突然被后面的一辆汽车撞上了。我就说你看你怎么撞我车呀？我就想给我对象打电话，叫我对象过来，说是看看怎么回事嘛。此时给我来电话，我一听，他就叫扎呼，具体内容扎呼听也不知道什么的，我一听出事了。让孙俪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次撞车竟给他带来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一次经历。那就拿出刀来，就跟我说：“哎，你不上去，我们就捅你！”就瞎唬我，就跟我比划。面对尖刀，反抗、挣扎都是徒劳。为了安全，孙俪选择了顺从。然后坐到车上以后呢，我就感觉一直在往前走啊走啊走。此时的孙俪内心万分忐忑，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也不知道把他带走的这些人有着怎样的目的。他所能做的目前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等待对方提出具体的要求。孙俪，河北大城人。2017年4月3日，孙俪和丈夫李刚一同在外面吃完晚饭后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他们发现汽车快没有油了，于是孙俪让丈夫李刚先下车步行回家，自己一人驾车去加油。孙俪要去的加油站离他们居住的小区并不远，开车往返不超过20分钟。可是分开十几分钟后，李刚突然接到了妻子孙俪打来的电话，说发生了车祸，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李刚顿时产生了不好的想法，妻子孙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场精心设计的事故背后暗藏玄机。你说是偷拆吗？钱包没有动。嫌疑人慌忙带走车主，到底意欲何为？这一晚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中断的线索，变换的地址，警方又该如何掌控嫌疑人的踪迹？涉险之夜，一线正在播出。一直联系不上妻子，李刚心急如焚，于是打电话向警方寻求帮助。而此时，孙俪驾驶的汽车还停靠在大城县北环路的中间，这个地方已经属于大城县的郊区，平时很少有车辆和行人经过。我看见他的时候，车在晃，人没。那个道路中间有护栏的，已经别的护栏了。车门敞开了，钱包扔在车上。民警赶到现场后，在汽车里发现了一只鞋子，经过李刚的辨认，这只鞋子正是妻子孙俪当天穿的。当时他的鞋在后边就扔出来看了是吧、有一只白色鞋是吧、肯定走得非常匆忙，为什么鞋都掉这一只？要说那个状态像是呢有什么纠纷。民警通过对周边群众的走访，发现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景，也没有人听到过争吵或者呼救的声音。同时，民警还在车上发现了孙俪的钱包，里边的钱物应该是也没有人动过。孙俪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儿？民警一时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你钱包是吧？我钱包在车里边呢。你说是偷财吧？钱包没有动。钥匙。我印象着。都在车上，就人没了。当时也是很困惑。从表面上看，事发现场很像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而办案民警经过仔细勘查，却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交通事故也没有那种碰瓷法的，它是疑似是交通事故，但是仔细的一想又不像是交通事故，它有可能就是造成那种因为民间纠纷造成的非法拘禁、民转刑啊那种情况。昨天还有打算开门的话，是怎么着？是有意思的啊？然后呢，给你感觉是跟别人发生争执。对，你刚才说的意思，那意思是给对方要开门，是吧？
在大城县当地，李刚和孙俪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多年来，夫妻俩携手创业，公司规模越做越大，与各个方面的资金往来也十分频繁。警方猜测，会不会是有人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而对孙俪实施了非法拘禁？是不是非法拘禁？是不是有什么该账都债主子盯上了？也有可能因为索要账务啊而进行非法拘禁，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警方组织了大批警力，对李刚、孙俪夫妇二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同时对两人在案发当天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也进行了逐一排查。然而，这些调查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据李刚本人回忆，他们的企业经营一切正常，没有债务纠纷。平日里，夫妻二人为人低调，待人和善，也不记得有什么仇家。那平常跟什么人接触？有哪些仇人？有什么矛盾点什么的？一般都没有。但通过了解呢，人家始终就没有该账，外界都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好。李刚告诉民警，孙俪是在和他分开十几分钟后打的电话。民警按照路程推断，孙俪应该是在加完油之后发生的意外。沿着孙俪驾车来加油的路线，民警调取了沿途的视频监控，果然在加油站的监控录像里，民警看到了孙俪独自一个人，而且开车速度不是太快。在监控视频中，孙俪开着车进了加油站，一直到加完油都是独自一人，随后孙俪驾车离开，朝北外环方向继续行驶。此时他的行车速度并不快，两三分钟之后他的车就应该会到达事发现场。仔细查看监控录像，民警突然发现，在孙俪的车离开之后仅仅过了10秒钟，一辆银灰色的汽车朝着孙俪离开的方向行驶过去。这辆车没有悬挂牌照，有重大的嫌疑。追他那个车呀，通过录像看看那车究竟消失在哪儿。现场东边就是个红绿灯，然后你先找到这个受害人的奔驰，就发现这个受害人奔驰后边跟着一辆应该是灰色的那个越野的那个车，但是没有牌照，没有牌照号。据李刚回忆，他和妻子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在跟踪。那这辆车是从哪里跟上孙俪的呢？民警仔细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孙俪在加油站给车加油时，这辆银灰色的汽车就停在加油站外。在加油站外边等着时候呢，他没有关灯，他停在加油站外边既不加油，他也没有行动。然后受害人几个车走了之后，看车灯一再移动，也就是跟她丈夫分手之后，去加油站到案发这个所过的几个卡口，也就是红绿灯后边，红绿灯这个监控分析发现，这个受害人在走之后有几个口都伴随着这辆车。就在孙俪的车准备离开加油站的时候，停在马路对面的银灰色汽车也开始掉头，这说明车里的人一直在盯着孙俪，他们的目标就是孙俪，这显然是一起有预谋的案件。是有面的，有预谋有准备的。这辆银灰色的汽车成为警方重点追踪的目标。办案民警在海量的路面监控信息里寻找着有价值的线索，终于民警发现其中一个路面监控拍摄的照片很清晰，嫌疑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民警的视线里。两个人一辆车，民警高度怀疑孙俪的失踪跟这两个人有直接关系。这就是警方在监控中确定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李刚在辨认之后表示不认识这两个人。那么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盯上孙俪呢？他们把孙俪带去了哪里？李刚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妻子孙俪的安全。
一想到妻子要单独面对两个五大三粗、动机不纯的陌生人，李刚就不寒而栗。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如何快速地找到这两名嫌疑人的踪迹，成为了他们的当务之急。素不相识，为何被暴力挟持？你如果想要你媳妇安全，你就准备安全了。几番较量，受害人如何逃出魔掌？涉险之夜一线正在播出。被蒙着脸的孙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凭着直觉，她觉得自己被关进了一间屋子里，两名嫌疑人在轮流看着她。此时孙俪原本紧张的情绪开始逐渐平静下来，她在内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应对方法。他们就还老吓唬我，让我老实着点，不要乱动，不要乱跑的。然后我也挺害怕的，然后就想这可怎么办好呀，我想跑呀也跑不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借呢。已是深夜，冰冷的房间让孙俪感到又饿又渴，她试图和两名嫌疑人沟通一下。中间他们也不给我喝水，也不让我吃饭，我就挺着急的，就跟他们说半天，我说呀给我喝点水吧，我渴了。然后说了半天他们就挺好的，还帮我买了瓶水喝。那喝了水呢，我又想上厕所，他们也不让我去。从被挟持的那一刻起，孙俪就在脑中不停地思考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听见他们打电话，就是跟我家人说要钱什么的，我就明白，哎呀，我是被绑架了。你好，我在家吗？我不在家。不，你说你有什么要求，你别伤害他。就在警方向李刚了解情况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千万不要让那些警察耽误你媳妇的生命，知道吗？哪不会哥，哪都是花。我也不想那样去做，你明白吗？明白。我要的是钱，我要的不是你的命。你如果想要你媳妇安全，你就准备200万。这是我们县近历史以来应该是要价最高的一个了。要200万的赎金。200万？能办到吗？我尽量凑，行吧？我尽量凑。你别伤害他啊，大哥！你别伤害他啊！方式、地点，再定。就马上这案子变了性质了，上升为绑架案件。嫌疑人显然不想过于纠缠，讲完条件之后，马上就准备挂电话。按照民警之前的提示，李刚赶紧提出要和妻子孙俪直接通话。一定要要求听到他声音，一定要保证受害人的安全。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绑匪在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说让家属现在先积极配合。说你别难为他，说你就只要拿钱，我就不难为他。然后找对象接电话。大哥，我真没有那么你们想象的那么有钱。我真是东拼西凑凑的，你们图钱，我都图我媳妇一个安全。我跟我媳妇说句话行吗？说哪儿了？我不知道。他们开车把我逼下，就把我家里车回来了。听到了孙俪的声音，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孙俪还是安全的。民警和孙俪家人悬着的心稍感安慰。而就在跟嫌疑人通话的同时，案件侦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通过大范围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案发之前，那辆银灰色的汽车就已经在大城县城区内出现了。这个车从下午1点多就在我们县城转。他来是踩点儿来还是干什么，咱也没有啥那个判断。从监控视频上看，这辆车上的两人似乎是在寻找孙俪的行踪，以便伺机展开行动。通过他们来去这个路线，通过技术角咱们确定了一个刘某，然后通过户籍调出他体貌特征来，通过咱们之前调的卡口跟卡口图片的人那个图像一对，这错不了。就是个人。办案民警通过大量细致的排查工作，终于锁定了两名嫌疑人的具体身份：刘胜，27岁，河北清涧人；
王伟36岁，同样也是河北清涧人。他是表兄弟，表哥俩，都是有家有业的，条件并且原来都不错，就是不好好混。不知道他嫌疑人把这个受害人藏在哪里，他必定得藏在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比较隐蔽的地方。因为咱贸然的接触，他很可能造成撕票。民警通过外围调查了解到，刘胜和王伟都喜欢赌博，并欠了不少外债，急需用钱，很可能会选择铤而走险。为了保障孙俪的人身安全，民警决定让李刚先尽量筹钱，用实际行动来打消嫌疑人的疑虑，暂时稳住他们。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嫌疑人在打过一个电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我们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说是不是我们哪一点漏了？是不是身边真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咱们？怕他是不是有内外勾结啊？是不是有身边的人来指使啊？因为绑架案子没有熟悉的人怎么会了解啊？你有钱没有钱，你有没有能力？但是让他分析说有可能是谁，他还分析不出来。咱们就是分析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有别人，假如说还有别人呢，即使有这个可靠的这个行动时候机会时候，咱们也不敢轻易的解救这个受害人。为了彻底杜绝案件侦破细节被泄露的可能性，民警切断了李刚一家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一直守在李刚的身边，共同等待嫌疑人再次打来电话。受害人脑子已经乱了，就是什么呢，几乎他投来电话之前已经崩溃了那种状态。这一晚上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晚，因为认知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都在担心，就等，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这个嫌疑人，然后给他下一步的，看他让他怎么做。漫长的等待对于孙俪的家人和民警来说都是煎熬，没有人知道那两名嫌疑人还有怎样的打算。此时警方虽然掌握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他们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孙俪被藏匿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否还有其他同伙，而李刚筹到的钱也远远不能满足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要求。接下来一旦嫌疑人打来电话，该如何处理呢？贪婪无知，他们密谋绑架大案，沟通布控，警方张开抓捕大网，涉险之夜一线正在播出。已经被关了整整一夜，饥寒交迫，胆战心惊，是孙俪此时最真实的写照。还能平安回家吗？孙俪在内心里一遍遍问着自己。俺家人会不会拿钱来赎我回去呀？反正我当时也挺紧张的吧。回头后来呢，他们就是两个人轮流看着我，可能也是出去干点别的事儿什么的。孙俪刚刚也听到了两名嫌疑人向自己的丈夫要了200万的赎金，她知道家里一时半会儿肯定筹不出这么多钱，她非常担心。如果没有满足嫌疑人的要求，他们接下来会不会对自己下狠手？他们好像也挺紧张的，一个劲儿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就行，然后就听他们老说要钱什么。这一晚彻夜不眠的不仅仅是孙俪和两名嫌疑人，还包括孙俪的家人以及所有参战民警。天亮之后，李刚及其家人的情绪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而直到2017年4月4日中午，李刚总算接到了嫌疑人打来的第二个电话。喂，钱准备好了吗？大哥，我这等电话等的，我现在凑了，现在凑了快100了，现在我房车都抵押都卖了，现在95了。大哥，我跟我媳妇说句话行吗？
咱得判断一下他活着没活着啊，啊，哎，哎，挺还行。说他们难为你了吗？没有，说当然了，反正是一户人家吧，我也看不见。每次电话呢，都能听到受害人的声音，但是，犯罪嫌疑人始终不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钱。嫌疑人虽然匆匆挂断了电话，但民警分析，孙丽应该还是安全的。此时，嫌疑人应该是在想方设法地寻找一个稳妥拿钱的途径。也许他心内心当中就没有感觉到他能够这么快准备这么多钱。2017年4月4日晚上，嫌疑人第三次打来电话，要求开始交易。我告诉你，嗯，你看你对你媳妇儿，你看这一面，你给我凑100万，记住啊，100万，行，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你让他妈跟他说句话行吗？赶一会儿，他妈现在快不行了，都挺了一回了都。现在不能不帮你。行吗，大哥？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行，大哥。行，你保重呢，大哥。你别说，你老通，你老通的话，我也不可能拿到钱。经过反复协商，嫌疑人同意将赎金降到100万元。而就在嫌疑人这次打来电话之时，一张抓捕大网已经悄然打开了。我现在拿到图安全，拿这样图安全，拿给你凑好了钱，行吗，大哥？100万，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记住，用手机都装好，到时候我会让你指定去一个地方。手机都是吗？到时候，对，到时候你把那个车那个后盖、窗户都摇开。经过慎重考虑，也同意这个受害人家属那个与嫌疑人那个进行交易。但是咱们要保证不漏空，实时掌握这个嫌疑人的动向。受害人的丈夫已经没有办法，找绑匪已经磨的就是，你说什么我答应你什么。我找我姐夫给我开车行吗？我一宿没睡觉，我怕我开不了车，哥。不行，必须你自己。行哥，行。记住了，必须一个人，必须你自己。行，你必须保证我媳妇的安全。嫌疑人要求李刚必须独自开车去交易，为了保证人质安全，警方决定不再跟踪前往。而与此同时，有一组民警已经赶往了嫌疑人的家附近进行布控。专案组制定了先按嫌疑人的意图进行交易，然后再伺机进行抓捕的行动方案。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去拿号，去那个某一个高速口，在高速口然后让他把车门都打开，把后备箱都打开，就是确认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然后又让他上高速，来回的变动这个交易地点是吧，行车路线啊，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哪，一会儿你在这儿这么干，一会儿在那儿这么干，哦，他就看有没有感觉吧。你保证他的安全行吗，大哥？你出钱，哪出安全？我们有动他一手指头心啊。行，大哥。狡猾的嫌疑人在多次变换交易地点之后，终于让李刚停了下来。他折腾有两个多小时，最后就找他从高速口上，说你把钱扔下来吧，甭管了，说就在这儿扔吗？就在这儿扔。底下清一片，底下是个高压球。在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完成了交易之后，嫌疑人告诉了李刚寻找孙丽的具体路线。那儿有一个加油站，那加油站就是在路东，他释放他的地方在路西，离了有个5-60米吧，在这个加油站的南边，到西里边5-60米。当时天下着雨，我们带着队就在路边找好长时间没找到，结果后来先受害人啊自己走到一家加油站，把他救出来了。就看见有一个，因为小孩的上衣，这个裹的有胶带缠着，然后还有一个塑料绳子，
在确定人质安全，那就是我们公安开始动手的时候了。得知孙俪已经安全回家了，专案组民警心中的一块巨石得以暂时落地。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抓获嫌疑人，追回赎金。这两个嫌疑人啊，平常就是爱赌博，两个人签了吧，100万左右的账。你还了之后，怎么这钱怎么再往回追啊？当时心都着急啊。他们所谓那个债主，在不知道这是赃款，要还了账，可能往回追的时候造成很大的麻烦。2017年4月5日凌晨3点50分，民警将作案之后返回家中的刘胜抓获。现在知道为啥告你了吗？知道。为嘛？为嘛？花的。啊？钱呢？钱呢？在哪儿？在哪儿呢？那个就那个兜子，这兜子吗？多少钱？46万，在钱包里有一万。啊？钱包有一万。到了家之后，洗完了澡，换了身新衣服，把分的50万，从中间抽了10000块钱，放在钱包里边，要去汇网友去。正准备走，我们进他家，再晚几分钟，肯定是走了。那是101张，也就是10000。那行啊，那拿的101一百零一百呗，那10100啊，一共是50万零100啊。但整的这是40万，这是在欠家那个10100啊，这是49万。这个东西一会儿咱给你打扣押，我们必须肯定要提走啊。在这个时候，刘胜的父亲闻讯而来，对于警察的到来，他显得十分诧异。这个钱怎么来呢？我哪是怎么来的？我现在问你，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吧？嗯。你看看啊。哎呦，这个嘛，抢银行的，这一块儿都掺，我得往退的年代还掺，这个嘛来呀？这玩意儿多货的，你这玩意儿啥啥。20分钟后，另一名嫌疑人王伟也被民警捉拿归案。我们抓的时候，就还呼呼的睡着大觉了。那两个小子把这个案子办成了以后，把事分了50万，挺高兴。哥俩喝了点酒，他们也折腾一宿了，兴奋完了也他们也睡着了。开灯！他的50万赎金分的。然后没动呢，还在那儿放着。开灯！要嘛？别走啊！这为嘛揍你吗？知道。为嘛？说。绑架。钱呢？在家呢。这多少钱？拿手电照一下。50万。还有吗？没有了。一会儿找他们进书的再照相。是。十个戒指一搭一个。这重点也散了，这也是10个。这是1234，是吧？从案发到人质被安全解救，再到成功抓捕嫌疑人追回赎金，大城警方仅仅用了30多个小时。两名嫌疑人在拿到巨额赎金后，二一天作五，每人拎着50万，就若无其事地各自回家了。在他们眼中，刚刚实施的行为仿佛只是一场游戏。主要的可能那段时间就是手里缺钱，来不及扔了。就是跟那个小孩过家似的，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当时就说，你看咱现在缺钱，怎么弄这个？不行是吧？赶回绑架，说着玩事儿。36岁的王伟有3个孩子。他原本经营着一家工厂，日子过得很红火，可自从几年前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后，他的生活彻底被改变了。以前自己干企业有厂子都输过几万，也没少输钱。这几年也输个大几百万，真的感觉是戒不戒不了。我就是感觉有时候一喊一什么的，就心里边痒了，就想玩。因为债台高筑，债主又不断逼债，为了弄到钱，王伟想到了绑架。之后他给表弟刘胜打了电话，此时的刘胜也是因为赌博欠了一大笔钱。王伟和刘胜一拍即合，随后两人开始着手选择绑架的目标。选的目标不固定，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
开好车的、开豪车的、单身的女子为主，男子也可以。2017年4月3日，两人开车在大城县城区里溜达，寻找着目标，伺机作案。一开始跟踪的不是受害人这个车，一开始跟踪的车都没跟上。下午4点左右，在我们县城一个武校门口，盯上了一个也是一个年轻妇女，单身的，接孩子放学的，跟出了县城，然后又返回来的。由于他们的车这个质量挺差，往往跟车跟不上，跟就跟丢了。那一天俩人身上加一块还有不到100块钱，加油的钱都没有了，说今儿再不做不行了。然后正好看到这个咱们受害人开车，咱就哎说是个女的开车。嫌疑人在开车经过大城县北环路时，发现了受害人孙丽开着一辆白色轿车从他们后面驶过。看到受害人开的车价值不菲，并且是一人驾驶之后，这两名嫌疑人决定跟上孙丽，伺机实施绑架。选择有人少车稀的地方，假装制造一起车祸，然后因为赌博的恶习，然后该了一部分账，然后想到了采取这种犯罪的方式来能够得到钱，这种不劳而获吧，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2017年4月3日晚8点多，孙丽给车加完油后，从加油站出来，继续在北环路上行驶。两名嫌疑人瞅准机会，故意制造了一起追尾事故。就是为了诱骗下来，他只是一个手段，追尾就是一个手段，造成他不防备，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人防备。在这个女子下来观察的时候，突然把这个人这个塞到车上拉走要钱，他们的动机也很简单，缺钱。然后你俩一块报的，那他不上车。你俩你他报警，你报车上是让车去。对。两名嫌疑人强行把孙丽拖到他们的车里，扬长而去，随后便狮子大张口，开始向孙丽的家人索要巨额赎金，但是他们拿到赎金仅仅几个小时便落入了法网。他这种方式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太大，没有固定的目标，随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或者这个侵害的对象，这都是他们可恨的地方。塑料这有一个塑料的什么呢？塑料有胶带什么的吗？说有个刀，有个刀在车上。哦，刀在车上的，胶带也在车上的，胶带也在车上的。车内的照片遗散在桌子里。行，好，那不知道是。因为赌博欠下巨债，两名嫌疑人不惜以身试法，采用暴力手段实施绑架，妄图赚取不义之财。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刘胜和王伟目前被当地法院以绑架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和13年。在此，民警也提醒大家，如果夜间单独驾车，遭遇到了类似孙丽这样的情况，一要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地点相对偏僻，千万不要着急下车，要先打电话报警。二，一旦遭遇了绑架，要保持冷静，尽量去了解嫌疑人的意图。如果嫌疑人仅仅是图财，那么不要贪恋财物，保护人身安全最为重要。三，要尽量平和地和嫌疑人进行交流，不要和嫌疑人发生正面对抗。同时要提醒对方，如果伤及性命，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